down.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omorrow. 那现在呢，我们在欣赏是最漂亮的 Sky 26，在这个观景台这个地方。那如果你想要看现场最漂亮的夜景，就一定要到 Harmony Villa 的26楼来观赏我们现在市中心繁忙然后非常美丽的夜景。